我们来宣布重大事情。小妈咪，来。我们要宣布重大事情了，来，嘴巴张开。这颗牙齿要掉了，来用舌头，用舌头，用舌头，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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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外掉那一颗吧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你看，这个在动。门牙跳。对，下面的门牙。这个。我再看一次。来，爸爸看。来一一两一对对啊，这个有有有在咬在咬在咬了啊，好可爱。他说今天想要处理，今天处理不了，这个还没有很牙，那个还没有很牙，真的吗？对，要等它成熟了才可以把萝卜拔起来。哦，就像香蕉。再等两天好不好？嗯，我们再等两天。妈咪，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？要把牙齿咬，来看镜头。我们先试试看看松松的还是没有松松的，好吧？好，大一点，好松哦。噔噔哩滴哩，会痛吗？不会痛啊。嘿嘿，你好松，对不对？嘿嘿，你看先咬着，你好像也没流血，对不对？那先咬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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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嗯，看一下你的第一颗小牙齿，那还好啊。镜头看你的第一颗小牙齿。第一颗小牙齿，喵喵。帮我翻一指落一下。看不到，阿姨有血了没有？那个牙齿有血了没有？有，里面有洞洞，对不对？来，小猫咪你自己拿着，你自己放在手上。有血血了没有？来，放在手上看。小牙齿。好了，我跟爸爸说已经拔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拔牙齿会痛吗？你从咬到。今天第几天了？嗯，礼拜六的时候刷牙的时候说会疼会咬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才三天而已呢。一天还有啊？三天就拔起来了。对吗？奶奶。小猫咪呢？小心漂亮，小心漂亮，拜拜。